来吧兄弟们，捉章鱼讲究方式方法，不同的海域有不同的收获。如果你的运气好了，可以每天捉很多章鱼。订了的男神女神，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点亮个小红心，加上一个小小的关注，看我每天带你们户外赶海直播。非常喜欢的一段话，你拼命挣钱的样子，虽然你是狼狈，但是你自己扣自己的样子，真的很难受。这不在我赶海直播的时候啊，有好多朋友啊想看看八爪鱼啊。这不八爪鱼天冷了到深海里面了，这是我从家里拿了一条八爪鱼哈，给大家表演一个钻洞的技术啊。如果这个八爪鱼能钻洞成功的话，能不能换回兄弟姐妹们一个双击点亮？来了兄弟们，有老铁给我发私信说你能不能抓几条八爪鱼给我们看看。其实抓八爪鱼要分很多海域的，也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但是运气也是最重要的。就像我这运气也太牛逼 class 了，嘿嘿。有的老铁一进来也没吃过也没见过，反正就会给我一个双击。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啊。咱们今天放了一个老鼠笼子啊，在这里看看能不能抓到八爪鱼啊。新年的第一天，我希望都有个好的开头，能不能给点个双击啊，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都有个好兆头。